嘿哈，我胡汉三又来抓人了。面对一群显而有序、整齐划一、步调一致的名字就知道了，这明显就是组团来坑监管的啊！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啦。先来个滴滴顺风去搜索一下，脚印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。秀儿同学以他特有的步伐跟我周旋着，毕竟我们要利用打人的方式解决存在感。虽然秀儿同学视频技能还是无法躲开挨打的命运。江湖重现迂回战术，趁其不备，走你！秀儿同学顿时被锤得头脑发昏，逃跑之前还不忘给自己来一记恩断义绝吧。秀实在是优秀啊！炒菜刀时，秀儿同学马上意识问题，及时翻板纠正了自己的失误。追逐之战即将进入尾声，眼看秀儿同学就要盖板，当机立断，打力金刚割板刀，成功喜提秀儿一枚。好啦，装上配件，一边最大限度的干扰救援队，缓慢治疗速度。现在我们只要守尸，就会有人来救啦。众里寻你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翠花却在房子不远处。不过，此时一个计划正在我脑中浮现，我们先在中间处拦截一波翠花，走你。此时存在感一满，这波圣卷在握的拉锯距离刚好可以拦截一波呀。管他是谁呢，留下一个是一个。喜提翠花一枚，天连手势加排查定律，终于浮出水面了。想骗刀那是不可能的，嘿呀，再来一下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局车轮战玩的溜啊，佩服佩服。胡晃，我们根据左边那儿的逐一排查救援队大致位置。此时秀儿同学出现，一个技能就要骗我出刀，想我久经沙场怎会上当，时刻绷紧要出刀的心情。哎，傀儡来了，这我就没法蹦了，先锤你个机械式。此时秀儿又秀出她的技能，开始骗刀，想替傀儡扛刀争取时间。等你技能结束，送你一个，再送傀儡一个恐惧震慑。秀儿同学看到此情形不妙，已经开始跑路了。胡晃，再记出我一句，结束。蔡雅老师要开始讲课了，一只机械师飞天，求秀儿的心理阴影面积。不慌，相信我，这波压机操作帮不了你什么。虽然这局被对手以车轮战术碾压，但最终还是扳回一城，以平手终结，不亏不亏。再见。